第十八题，常温常压下，下列哪一种物质的熔点最高？我们根据元素的中文命名规则，我们晓得 A 是石头旁，表示常温常压下为固体；B 跟猪，它是三点水或加个水字，表示常温常压下为液态；而选项 C 是气字头，表示常温常压下为气体。如果常温常压下为固体的，就表示它的熔点是比较高的。因此，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常温常压下，下列哪一种物质的熔点最高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碳。